家好，我是幻小夏，终于来到了西藏，还是记忆中的蓝天白云。哎，看，是雪山哎！哇，成群的牦牛，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还有那飘荡在草原上的好听的歌声，一切都是如此美好。318国道进入西藏后，第一站就是昌都。当年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芒康县。就是我的好朋友赤烈白母，他从雪域高原走到了上海研学表演，学成后又回到了家乡西藏。这一次啊，就请他带着我们一起感受他的家乡。嗨，你好。你好，华小笑，欢迎再次来到我的家乡，我是赤烈白母。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美丽的西藏吧。哎，各位，先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芒康县吧。因为这里是川滇藏的交界处，是茶马古道上特别关键的重镇。再加上这个岩井有1300多年历史，这历史画卷一打开，就是上千年了。沿318国道继续西行，穿越雪域江南林芝。我们在一天内感受亚热带、温带、寒带多种气候，终于抵达拉萨林州县。不知道我当年去过的达隆寺现在怎么样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1997年出生的索朗顿珠，就是达隆寺第23世夏种活佛，他是西藏佛学院首届学制班学员，同时还是一位藏文书法家，一位藏医专业的本科大学生。一会儿啊，白母肯定会为我们带来最厚重的历史文化体验了。兴盛大典正在开法会，我在寺庙的话，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法会都要去参加，主持法会。对，是我们的伙房，对我们日常用膳的地方，是新伙房。这都是僧舍。这边都特别的新。是的，2015年的时候，因为享受到了国家的政策，我们重新翻修，对，修建。以前不是这个样子，非常简陋，也有安全隐患。那么现在你看，都是玻璃房，每人一套，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呀，给你看吧。哇。他们的宿舍很好啊。很干净。这个洗衣机是每个宿舍都会分配吗？对，每人分配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宝藏，清朝康熙年间御赐达隆寺为护国寺，给寺庙赏赐了一副马鞍和一个黑金观印。清代以前，中央政府就重视西藏佛教，寺庙里还有很多历史文物，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关系，各民族共居共乐，贯穿于西藏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以前从拉萨到达隆寺要三个多小时，将近四个小时的行程，就是来回就一天就这么过了。但是现在柏油马路也通了，然后路也好走了，对，所以基本上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拉萨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打篮球啊，场地也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可以看您打篮球吗？我们一会儿见吧。十个，我们可以做俯卧撑的队伍鼓掌。兄弟来自哪里啊？甘肃的，来这边做生意。我是名 CPGB 化的志愿者，很喜欢这个地方，以后可能也会选择留在这里。你有可能扎根在拉萨，所以我相信啊，以后有更多的年轻人到西藏来，建设我美丽的家乡，所以也是充满希望的。我们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鼓励藏传佛教界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年轻活佛的教育培养，活佛自身也会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为藏传佛教健康传承做出贡献。哎，看看看，这就是拉萨，青藏高原上最潮的城市。从荒芜沼泽，到神秘遥远的雪域古城，再到如今改革开放的新城，这座城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新的活力。我的家乡西藏，在千年的时间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生活变好了，这些传统文化我们当然更加注重，更想传承下来。这里你的最后一张照片应该是十年变化最大的地方。这幅作品是艺术家根据吉本港艺术中心的建筑结构坛城这样的结构创造的这幅作品，你们看一下这个图上有几种颜色呢？红色、白色、黄色、绿色、蓝色。对对对对。我叫夏雨君，我在拉萨的朋友都叫我夏公。2016年，我来到拉萨，从事喜马拉雅建筑的研究。做那空间形成互动的艺术家，而不是做一个固态的展馆。好，现在我带你们进行一场穿越拉萨之旅。哦，这边白抹是我们的整个吉本港区位的一个 3D 模型，然后在18世纪的时候，是佛塔，现如今是整个拉萨老城里面唯一一个保存比较好的坛城的建筑结构，这里曾经是拉萨古城的地标之一。现在我们这个位置是在吉本港的西北角，这幅是整个吉本港艺术中心最重要的一幅壁画，叫香巴拉之战，是西藏清代壁画的代表作，也是一部藏文化的简明百科。它描述的就是说香巴拉抵御魔王这样一个故事。对，吉本港所有的壁画对于各个学者来说，研究的学科来说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当时就是有一些唐卡专家和壁画专家专门对这幅画就是进行了一个考察和分析，然后他们也分享了一些如何去除珍贵壁画表面的一些污垢和灰尘，它是用了一个糌粑的团去粘附吸除掉。哎，用温和的糌粑一点一点为壁画擦脸，真有意思。原来
这些珍贵的壁画就是这样一步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也得益于当地的保护性修缮，让我们有了一个窗口去透视古城的历史文脉，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能够了解这里的民间故事、艺术文化。我可以看看你画的吗？你以后想当什么呀？我以后想当一名在太空画画的画家。我要把太空的景象和我的家乡的景象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姐姐相信你，来，加油！现在有很多老百姓的保护意识也慢慢增强，周围老百姓会把他们捡到的吉鹏岗那些文物还回来，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小朋友现在能把壁画这些学起来，希望呢把吉鹏岗呢打造成贯彻新时代发展理念的文旅融合标杆，那么成为拉萨当代文化地标，也成为拉萨的城市新名片。我们要对其他的年轻人其实传达更好的一种思想，就是这个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是需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传承下去的。吉鹏岗之上有一座能眺望远方的楼梯，听风铃响起，笑声阵阵，歌声悠扬，真美啊。在拉萨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这里的网络好快哦，不计牛，5G 很快，可以把好玩的东西分享给我朋友。 5G 是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冈比斯山脉的星空。据说呀，2019年西藏首个 5G 基站在拉萨开通以后，西藏正式进入了 5G 时代。这几年西藏 5G 基站的总数已经达到了8099个。接下来我的朋友闪亮登场咯，他们就是给大家带来 5G 的人哦。小夏，跟我往上爬。我们现在全部能看到的、能够关注到的这些人，我们一定是要让他们用上 5G 的，让他们用上我们现在真真正正属于我们国家的最高精尖的科技啊！因为我们每天在城里面大街小巷的进行测试，发现哪里网络有问题之后，我们就会看一下附近的基站在哪里，爬到这个站上面，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天线覆盖的方向是不是好的。朝阳大哥说，沿着318国道继续往西，还有很多他的同事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318国道终点城市日喀则，就有个叫拉平的大哥，他可是个有故事的人哦。来了，我去哪里？我要去一趟牧区送几张5G卡。这个放的歌曲很好听吗？对，现在我最喜欢的歌。帐篷里面能做到。对。好，那行吧，那你先慢慢开哦。5G 卡是办的吗？那是。什么人呀？那是。我处理故障一下来，他们基本上围着我那个工程车，我能感觉到他们对网络的需求很大。5G 网是要不多啊。我对那个牧区体验最深刻就是网购，利用 5G 网络购买内地的一些物品。本地的、乡村的、有特产，用网络的形式往外推。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即便是海拔4600多米的高度，也有5G信号，也有留在这里维护网络的人。
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就是有电有传输，没信号，但是看现场都正常。电也有。传输巡检、基站巡检，每月都有。从哪个段到哪个段，管网有没有受损的？有没有出现一些隐患？想当年啊，也就是2020年吧，拉平大哥所在的团队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哦。就是你是。你好，陆顺风。珠峰那个恶劣条件下，路程已经很短，但是很困难。2020珠峰高程测量正在推进，5G 信号也和测量团队一起登上了珠峰，把中国人的信号覆盖到世界最高的山峰。一旦成功，这不仅是我们通信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我叫拉克，我现在正在科布朗峰，这次主要工作是建设无机场维护基站运行。白茫茫一片，啥也看不见。看珠峰，到了5800凌晨2点了。他们登顶成功的时候更紧张了，因为他们登顶成功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们业务开始的时候，直播他们的这个新闻稿的发送，直到他们的人下了山，这才算圆满完成。中国人的信号覆盖到世界最高的山峰，这太酷了呀。哎呀，原来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时的现场工作画面就是 5G 高清实时传输到电视网络手机终端的，想想都觉得神奇啊。这十几年变化太大了啊！我们从2G、3G、4G 到现在的5G，提升非常明显。而且5G 网络它有非常多的应用啊，你比如说无人驾驶，比如说远程医疗，还有远程教育。近十年，我们医院的线上医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粗放式到精细化的转变，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患者得到更有效的救治。现在随时随地都能上网课，网络也不卡了。5年前我来过拉萨，当时说想跟家人通话呀、通视频都很困难。5年之后来到拉萨呢，我觉得焕然一新，有了 5G 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方便。有 5G 之后，现在的小孩跟以前不一样，手机上可以学跳舞，也可以学习啊。这 5G 网络时代，我们的手工艺品也是销售到全国各地。5G 啊，对我来说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一个桥梁吧。5G 信号，要不都。5G 要不都。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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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都。五千要不都。一般居民都迎接不来。在西藏的高原上，空气是有点稀薄，海拔是有点高，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住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呀。这里的人们，这里的发展和机遇，都容纳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面。各民族兄弟姐妹都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其乐融融，各种文化和宗教，甚至古老与潮流，和谐相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各位朋友，美妙的时光伴随我们的旅程，一起沿着318国道快乐的前行。你还记得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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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好多的这里啊。我们走过的只是中国千万条道路的其中一条，看到的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部分缩影。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都会让我感觉到这片土地上的勃勃生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充满的幸福感。